今天教大家用瑜伽椅开肩开胸腔的四个方法。好，首先我们将瑜伽椅放到垫面的前端，双手抓住瑜伽椅的上端。好，接下来让你的膝盖向后挪动。好，大腿垂直地面以后，把小腿铺平，呼气，胸腔下沉。好，让胸腔依靠在瑜伽椅的边缘。好，继续保持手臂伸直，尽量不要屈手肘，抬头眼睛看双手之间。好，在这里停留30秒钟。第二个动作，双手压在瑜伽椅的边缘，同样把膝盖向后移动。好，呼气的时候下沉胸腔。好，注意你的大腿时刻保持垂直地面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我们屈手肘。好，手肘打开，与肩部同宽，双手合十或者是十指交扣。好，继续臀部向后移动，呼气，胸腔下沉。好，让我们的头部钻低。好，钻到瑜伽椅的下方。好，屈手肘，把手小臂折过来，双手合十放到你的上背部。第四个动作，我们背对着瑜伽椅，将你的背部放到瑜伽椅上方。好，穿过来，双手向后打开，可以的话反手抓住瑜伽椅的上方的横杠，搭好以后，好，让你的背部慢慢的向下挪。好，尽量让我们肩胛骨的下缘抵靠在瑜伽椅的边缘。好，调整好以后，让你小腿垂直地面。好，呼气，下压坐骨，可以做动态练习。好，吸气，顶髋向上，继续呼气，向下压坐骨。好，30秒钟。